在16号啊，中午12:10左右啊，最后110报案了啊，在本辖新生南路三段某知名的餐厅啊，遭一名黑衣男子啊持贵物往柜台泼洒，泼洒后往温州街啊巷弄逃逸。现在目前调阅监视器已经锁定特定犯行的影像那正积极在查缉中。